100多年前，澄海西门乡有个民间艺人叫陈成杰，他是位颇有名望的嵌字师傅，对造型艺术很有研究。他目睹蜈蚣爬行生动有趣，便萌发了创作蜈蚣舞的念头。历经几代人的改进加工，终于成为今天闻名遐迩的广场舞蹈蜈蚣舞，被西门群众视为乡宝。西门乡早在1997年就被广东省授予民间艺术之乡光荣称号，蜈蚣舞更是参演了海内外无数个盛大节日。1936年，西门蜈蚣舞应香港潮商八亿会馆邀请，赴香港参加庆祝英皇乔治60加冕盛会现演。香港总督亲自为蜈蚣开灯点舞，15天的演出轰动港九。1955年，为庆祝澄海八一引水工程胜利竣工，在县长于西渠亲自带领下，蜈蚣舞队前往八孔关为工地民工献礼。1987年12月，又赴广州东方乐园参加广东省首届民间艺术欢乐节演出，连演27场，观众达30多万人，轰动羊城。1998年元宵节，蜈蚣舞参加在汕头市林百星会展中心举行的中国彩虹奖颁奖晚会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元宵晚会演出，由国际频道向全世界现场直播。2000年赴新加坡参加第28届庄艺大游行，轰动海外。同年，西门蜈蚣荣获文化部全国第10届群星奖铜奖。2009年，蜈蚣舞被列入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